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信谣不传谣。大家不觉得这句话在逻辑上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吗？即使历朝历代的皇帝身边聚集了诸多的文臣武将，多少顶尖级的智囊团帮他们过滤信息，这样都经常收到假消息。你让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做到对每一条消息都有能力去判断是真是假？老百姓不是专家，不是具有大智慧的超人。任何人或团体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接收和转发的消息完全准确，所以不信谣不传谣这六个字就是不让人说话，不让对比验证辨别，然后垄断话语权，往往后面还再加上一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就有恐吓的成分了。谣言应该是谁制造谁负责，而不应该是谁传播谁负责。是不是谣言也不应该是谁有权利谁就说了算。任何一个消息大家都有阅读和参考的权利，无论消息真假，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相信和不相信。所有强迫别人相信的多数都是假消息，而反过来强迫别人不要相信的才有可能是真消息。不信谣不传谣这六个字忽略了信息传播和验证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在信息判断上的局限性。这种口号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很难执行，因为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错误的。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